話對呢個世界啊，覺得冇話唔公平咯。我覺得我自己喺呢個世上都幾好。七歲左右啊，我都知道我自己係眼就咁嘅。咁個老母、我老豆就帶我去睇醫生。嗰啲醫生話就係話你隻眼係發育不良啊，一視神經係壞死咯。係你啲你腳啊，但係啲肉啊唔同啊。手術咗。而家買啦，從院接受報名啦，下一屆。幾時咪咁定啊？唔知啊，未報我都係。時都唔知係馬拉松係咩嚟嘅。嚟咗按摩幾個咧，到嚟呢度，我聽講有個馬拉松群喎嘅，要佢拉埋我入去。咁呢個平台都幾大喎，我覺得。喂，一明啊，你嗰度報名嗰度落班未啊？五點半啊，我哋而家過去喎。你同我數啊！啊，咁冇事啦。唔係，佢幫我帶我過去，佢有上簽名嘅。現在怎麼準你的體重？我不可能才九十多斤吧？我會不會來了？你在，我在看。哎，阿美。哎。哎呀，動唔動啊？又跌跌啦。諗住報啊？我諗住報個半馬。半馬啊，係啊，市民組咯，咁報個市民組半馬嚟寫份表，你幫我寫。你幫我填，我手幫我填啊。然之後緊急聯繫人嘅名，呢度係電話。即係而家你報呢個半馬都係要，即係要啲心電圖嘅。要啊，半馬全馬有。請保持平穩。呢度啊，哦，跟住點啊？佢住單啊？調翻轉，調翻，調翻。你 K 上嚟，佢 K 上嚟咪？然之後腳印，請正常輕器，得唔得？準備測量體重。我睇唔清喎。哦，你幫一幫。正在測量體重。踩住個腳印，叫佢幫我。請保持平穩。即係個腳，踩住個腳印就得啦。踩住呢度啊？請站直身體。拉出并握紧手柄。呢度钳七中心嚟嘅。嗯。跟住反应应该算系叫做慢噶啦。反应即系嗰个反应速度。嗯。因为你呢度系0.5嘅反应速度啊。啊。即系嗰啲好似跑步嗰啲心肺力量训练咁样啊。啊。一啲比较简单嘅，都系比较简单嘅运动嚟。而且你呢個成績出嚟，呢個人體成分分析出嚟咧，你個偏瘦嘅原因咧，就係呢個外表啊，體脂偏少。我報呢個青衣馬拉松咧，因為都係慢慢去了解嘅。當時我就報咗兩個其他嘅群嘅，咁後屘咧就聽講有呢個馬拉松，我都幾時都唔知係馬拉松係咩嚟嘅。客户咧都好支持咯，因为佢知道我跑步啦，咁佢都会话送护膝啊，啲运动衣服啊，佢又啱嘅，佢都会送俾你咯。唔系啊，你上次你买个护膝呢个嘢俾我，我去跑肉会嘅时候，我都系带住啊。啊，舒服，咁咪舒服好多。舒服好多，因为点讲咧？佢第一天气啊，佢日都比较好，同埋咧，如果你唔戴個護膝咧，覺得佢個膝關節好涼嘅。下邊個氣墊啊，嗰度緩衝啊都唔得咗咯，所以你成日著住嗰對鞋都唔得嘅，經常換鞋啊。我都想慢慢對嗰啲有氣墊啊，同埋慢慢對啱自己嘅要去自己揀啊。係啊，上次。呢度，邊度走啊？呢度。呢度有冇玻璃嘅？这个咩色啊？属于啊？将我睇得唔系好？比较深色嘅蓝，深蓝。深蓝啊？
上面有一個黑色帶，帶一個紅色的。有冇幾時搞活動嘅咧？冇啊。嘿，交人本啦，走。本头啦，啱啱先换咗啲啫。黄金。到时听日九点钟左右，咁准备咁就得噶啦。咁你跑。咁跑一跑，其实当中咧，你就跑先啦。我哋都跟住你后边，跟得几远得几远啦。一日跑一步，我同你讲。因为我哋。练啲胃嘅咩？啲啊。我哋行呢啲按摩呢行咧，都系中医噶嘛。咁咧度跑步之后咧，全身嘅筋骨啊，成个松透嘅松筋骨喺度。希望佢跑多啲步，因为佢经常都系晚上唔瞓啊，早上佢起早啲跑步咧，对身体比较好啊。幾次啊？基本上我跑幾百米我就比較攰啦，佢啊好似冇咩事咁啊。咁咧就我一般跑步，我跟住我老婆嘅後邊去跑嘅。我一般都唔敢自己一個人跑。如果我個人跑咧，都試過，但係就跑下跑下，前面有嘢啊，有垃圾桶啊，都有人啊，我就慢啦，慢慢行過去。跟住又冇人啦，又繼續跑。佢嘅視力我知道，我嘅視力佢都知道嘅，因為過馬路啊、行路啊，我哋啲眼睛咧呢種眼睛比較麻煩嘅。啊，基本上睇好難睇一清，怕光啊。好多人咧睇我哋唔似盲人，其實我哋睇唔到，人哋唔避讓我哋，以為我哋會避人哋咁咯。呢方面最擔心呢方面咯。远的都是看到都很花咯，如果要走到三四米啊，咁先睇到佢个事物系乜嘢咯。一个姊妹桥到一出二十米多啲咯，二十米多啲到刚刚拍有个女仔啦，到佢最近踎住，咁我冇睇到佢，咁我行嘅时候。咁怕撞到個女仔咯，佢話點解撞到我啊？咁完全唔知道佢係有個人，即係當時撞到佢先知道，因為佢踎住，我一行行過落度，佢怕又冇注意啊嘛，冇注意咁樣撞啊撞到佢咯，咁我都好唔好意思咁。即係太濛嘅地方咧，我就會行過去嘅，
我就唔會去跑，因為太黑啊，我就唔敢跑噶啦。即係突然間唔適應啊，感覺呢個位置唔能得跑啊，咁我就唔跑噶啦。跑步之間嘅時候，有啲係影響自拍撞到人咯，嘅方面都係有啲呢方面。好似冇諗到話對呢個世界啊，對呢、這個各方面都話，我覺得冇話唔公平咯。因為痛苦嘅人仲多過我啦，即係我又唔去話去比人哋好，我又唔比人哋差，我覺得我自己在呢個世上都幾好，因為經過大家好多嘅盲人，因為佢哋完全睇唔到嘅都仲多，係咪？咁你覺得你自己仲睇到啲嘅，係咪？你何必去為咗呢啲咁嘅嘢去壓抑自己咧？